希望官员能够秉持着良心。政府呢，都在违法的拿走人民的财产、人民的钱。This will never happen in Canada or in the U.S. or anywhere else. It has become a joke here in Taiwan. 说民主，总统有解决吗？我们每天在这抗议，政府完全不听，这是民主吗？是不是就是要让人民能够清楚地表达他们的声音？那现在跟你说，被和平表达意见了哈。这边是集会游行管制区，哦，麻烦请你们尽速离开现场。我们声音在此劝导各位。今天我站出来，就是要让政府知道他们的错误，不能为所欲为。小英总统，请你用你的良心还有你的权力来制裁这些违法官员。对财户的那个受访影片，我看了心有戚戚。Stop illegal action! Stop illegal campaign! 用你们的良心把错的事情改正。我们国中高中生也都在关心这些议题。We're in the Taiji Man. I know Taiji Man is a great place. 师傅 teach us to fulfill love and peace. 政府做错事了，却可以在里面升官发财。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我今天想请小英政府不要放任你手底下的官员为非作歹，你抢劫人民的土地，侵占别人的财产。侯宽检察官在24年前迫害太极门，而现在在里面当廉政署副署长，他们是官不是土匪，我要求他们现在立即下来道歉。我们年纪很小，但是我们知道做事要有良心，我们知道现在的政府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有了 responsibility， 有责任要去改变未来。我们虽然不是官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事实，我们要改变 what's wrong， 改变这些贪官的所作所为。我们要开始这个运动，我们要录我们自己，然后呢 share with everyone in the world， share the video that we record， 希望大家可以讲出他们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各国自己政府自己国家里面发生的问题，然后呢大家一起，全球人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1219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rk，欢迎收看太极门1219事件平反第14周年全民开讲。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法税正义，哥说了算。现在台湾社会充斥着许多法税不正义的乱象，即使台湾有着亚洲民主灯塔的称号，实际上台湾的法税人权却是岌岌可危，濒临危险边缘，导致太极门冤错夹案延宕至今25年尚未解决。在今天论坛的一开始，从影片中我们看到一群爱国爱台湾的年轻学子举着许多法税人权标语，希望政府除了尽速出面解决受税务迫害的太极门冤错夹案，更呼吁政府要解决人民税灾遍野的痛苦，和真正依法落实转型正义。今天论坛我们就邀请更多台湾未来的年轻生力军，这些年轻学子们来告诉大家，台湾的财税机关、司法法务部门、行政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他们要对政府说出法税正义的心声。我们欢迎今天第一位语谈人 Morris。 Morris 是一位大三的学生，让我们欢迎他。好，我是 Morris， 我是位太极门弟子，我从小在太极门长大，在道馆有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师兄姐，这让我身为一个独生子却从来不会感到孤单。我小时候被幼稚园老师说我有过动症，在教室都坐不住，常常乱跑。因为这样，老师还叫我母亲带我去看医生。后来在太极门学会心静的功夫，我渐渐的变能平静下来。
在教室也能坐得住，还被老师称赞，这让我在学业上也帮助许多，让我在考试和学习上都能冷静作答，发挥原本的实力。我觉得像太极门这么好的地方，我能够进太极门，感谢都来不及了。国税局到底凭什么对太极门违法课税？原本的我对税法一事没有太多的理解，也没有关心，但是在太极门发生税务案件时，我才开始去了解台湾的税法，才明白事情原来跟我想的完全不同，有很多跟上课讲的不一样。这起太极门税案连许多国外知名人士都在关注，像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顾问肯尼斯·雅各布森针对税案表示，我从没看过像太极门案件有这么多违法正当法律的情况，没有给当事人机会去说明他们的财务来源，就直接没收扣押他的财务，再来进行调查与起诉，这并不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台湾的教育部已经认定太极门不是补习班，国税局仍然认定太极门是补习班进行课税，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三审都已经判太极门是无罪，国税局还根据在刑事三审中被舍弃的起诉书，却一再的开出税单，这并非正当法律程序。我觉得这就好比一个教数学的老师，讲解完一个数学题目后，英文老师却说这题不是这样做，明明是数学老师的专长，但英文老师却直接否认数学老师的说法，而国税局就好比英文老师直接否认教育部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这件事，这让我觉得十分荒谬，也让我思考，难道所有事情都是国税局说的算吗？我现在是一名电机系的大三学生，在学校常常做很多关于电路的实验，以每一个正常的电路来说，只要每一个元件做好它的功用，就能让整个电路运作，而国税局就像一个出了问题的元件，导致整个电路无法运作，但元件出问题在我们实验也常常发生，只要赶错修理，把有问题的地方解决就能继续运作，所以国税局也一样，只要承认错误，撤销违法税单，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在今天的论坛，我希望能借由我的看法来帮助台湾的税法能有所改善，我相信年轻人能懂的道理，大人们也应该能懂，越来越多年轻人都站出来了，希望政府能听见我们的声音，真的改正错误，平反太极门冤错假案，不再有税务迫害事件，让台湾更加落实真人权。谢谢大家。谢谢念电机系的 Merlis 的分享，他提到当一个正常的电路只要每一个元件做好它的功能，就能让整个电路运作正常，而国税局就像一个出了问题的元件，导致整个电路无法运作，元件出了问题在学校的电路实验也常发生，只要改正错误和修理，把有问题的地方解决，就能继续正常运作，所以国税局也一样，只要承认错误，撤销违法税单，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年轻人都能懂的道理，大人们也应该都懂，希望政府要听见年轻学子的声音，真正的改正错误，勇敢认错。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二位，也是目前在大学就读三年级的余晨。余晨是从小在太极门长大的年轻人，我们一起欢迎余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余晨，我是一位大学生，目前是念工业工程与管理系三年级。我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太极门练功长大，我们全家都在这个大家庭里共同学习成长，练气养生。我从小就因为异位性皮肤炎的关系，导致我关节处都会红肿过敏，这让我常常身上都会有许多处抓伤。
小学二年级开始跟着家人一起练功，学习耐心与勇气，更改善了我的过敏症状，让我慢慢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每次练完功后，身体都会感觉很放松，心也很安静，这让我的学习状况得到许多帮助。我在太极门已经快20年了，从小在这里长大，我很清楚知道太极门是一个致力于文化传承的气功武术修行门派，而我们弟子所赠予之进师礼，乃从古至今对师父尊重的鼓励，完全是我们弟子欢喜愿意的心意。这份心意不容许让国税局恶意扭曲为补习费。还有，当年因为一把弟子赠予给师父的桃木剑，而导致被侯宽仁检察官无端妖魔化，说是养小鬼。他是一位司法体系的检察官，居然没有依照科学办案，没有依照法律法学办案，养小鬼这种荒唐的话，怎么会是从检察官说出口呢？我现在念书念到大学3年级了，很想问侯宽仁检察官，以你的办案经验，可以请你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口中的养小鬼是怎么一回事吗？太极门冤错假案，前前后后被抹黑了25年，历经刑事法院3审判决都无罪无欠税了，国税局却置之不理，一而再的开出违法税单，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在学校念工业工程与管理，在上课中，老师提到一个工厂最应该优先处理瓶颈作业，瓶颈作业就是整个流程中浪费最多时间精力的程序，所以应该要尽可能的解决瓶颈作业。太极门案就是整个税务体系里面的瓶颈作业。一个法律判定无罪无逃漏税的情况下，却被国税局滥开违法税单，浪费了时间跟金钱，因此政府应该立即处理这个冤案，不然瓶颈作业的问题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参与太极门冤错假案的案子，和透过参与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活动，在许多法学专家律师的揭露下，我才了解财政部国税局内部有税务奖励金的制度，而这税务奖励金是毫无法源根据，就是在奖金的诱惑下，许多台湾的官员都用冷处理来对待太极门的冤错假案。我觉得现在的政府要赶快出面解决太极门冤案，不能再一直拖时间下去了。我知道承认错误不简单，但是作为政府官员，是有义务要还给人民清白的。我在此呼吁我们的政府要面对人民，听到我们的声音，解决太极门已延误25年的冤错假案，修正过去的错误，还给太极门清白与公道。谢谢大家。谢谢于晨的论述。我想不只是于晨，应该很多人都想问这个问题哦。一位司法体系的侯宽仁检察官没有依据科学办案，没有按照法律法学办案，养小鬼这种荒唐的话，怎么会是从台湾的检察官口中说出来呢？这可能要请媒体记者观众朋友们帮忙去请侯宽仁解释一下，你口中的养小鬼是怎么一回事。而刚刚于晨也提到，毫无法源根据的税务奖励金是万恶根源，在奖金的诱惑下，台湾的税灾才会遍野。政府要赶快出面解决太极门冤税案，不要再一直拖时间下去，因为整件案子已经拖了25年的时间，甚至国外的人权专家、法学学者教授、国外的媒体和联合国相关组织都在看台湾政府当局要如何妥善处理这件冤税案。现在我们就来看意大利新兴宗教研究中心创办人，同时也是寒冬杂志总编辑的 Dr. Massimo
在今年12月7号举办的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记者会的全球呼吁声明。We asked you and those following us by Zoom or YouTube to be here today for a very important human rights case. It's now several years I have spoken in various fora,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events and academic conferences about the Tiedemann case. And I'm always afraid that some misunderstanding may happen, because I fully understand it will be a logical reaction to say that's a very complicated Taiwanese tax law, so let's take it to Taiwanese lawyers and they should solve it. But that's a total misunderstanding. It is not, and it never was, a pure tax case. As we said, it's on two accounts a human rights case. First, it's a human rights case because the first human right is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And this case started in 96 when there was a massive denial of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in the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ese context. Whatever happened in subsequent years derives from this fundamental viola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and continues to be to this very day a viola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As Willy Fautre said, it is also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because it's a case of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As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recognized, corruption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It prevents citizens from enjoying their human rights. And so it's a serious problem of corruption. Eve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n their yearly human rights report, they praise Taiwan in many accounts, and rightly so, but they say Taiwan has a problem of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it should solve. And the Tiedemann case is a case where human rights of the Tiedemann community were violated through corruption. Is it a tax case? Is it a human rights case? But it's not an academic question, it's a very practical question. Because if it was a pure tax case, that's something to be solved by Taiwanese lawyers. Why bother to come to Washington, D.C. and discuss this case? Well, the answer is precisely because it's not primarily, and certainly it's not exclusively, a tax case. It's a case of human rights. It is an established, recognized principle that it is the right and the du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it's need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kes an interest, as it is doing, and takes a stand in the violation of the Tiedemann human rights in Taiwan. Let me conclude with a personal remarks. I'm Italian, and in Italy we have this expression of a dialogue of deaf people. Two deaf people try to talk to each other, but they cannot have a dialogue. So in this ca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Tiedemann Dizi. Many Taiwanese scholars
from leading universities. They are not dizzy, but they have written about this case. And growingly, dozens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conferences and seminars and webinars about the Tiananmen case, and they all say, look, it's a ques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and it's a ques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he Taiwanese authorities, which said, sorry, but for the year 92,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 has expired, so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do. But this is false, because it'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inciple that when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re acknowledged, the situation should always be rectified. And if there is no administrative remedy, there is always a political remedy. That we live in an historical moment when Taiwan needs a maximum of support from its international friends. But a precondition for this support to be effective is for Taiwan to put its own house in order and get rid of these ghosts of its authoritarian past, settle the scores of the authoritarian past, and solve the cases coming from the authoritarian past. And today, the biggest score to be settled, the one generating the most massiv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test, is the Tiananmen case. It is not because we are against Taiwan, it's the contrary. It's because we are friends of Taiwan and we want to protect Taiwan in a moment of need that we ask Taiwan, please get rid of this problem which is damaging you in a crucial historical moment for you. Get rid of this problem, get rid of your bad past, walk in the path of democracy and solve the Tiananmen case. 感谢 Dr. Masimo 在国际记者会上的全球呼吁发声。太极门冤错假案不只遭受税务迫害，更多的是引起国际关注的人民宗教信仰权和自由权的人权迫害。台湾当局必须解决过去威权时代所造成的错误。民主自由不是口号，转型正义也不是口号，人权要进步就从解决此冤案开始。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三位论坛分享人 Tom 在七岁时到太极门练功，现在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一起来听他怎么说。大家好，我是 Tom， 我是一位太极门弟子。我七岁时阿妈带我来太极门练功，因为才七岁，只知道这里是练气功的好地方。我跟阿妈跟许多师兄师姐们都很开心的在这里练气养生。上国中时才知道，原来太极门不只是练气功让身体健康，在这里更可以向师父学习更多的人生智慧和身心灵的平衡，最主要是修心的功夫。于是我开始会认真练功与打坐，发现平常杂乱的心透过练功打坐就可以瞬间静下来了。以前的我动不动就生气，现在的我想生气前都会在心里跟自己对话，问自己我生气了事情就会解决吗？因为只要一生气都会影响后面在处理事情的心情，所以我都会尽量保持心平气和，就算想生气也不会找别人出气。我的个性非常内向，而且动不动就紧张。但入门之后，因为有机会在太极门上台分享心得，以及透过与师兄姐谈心，渐渐的就会变得比较敢说话了，也比较能缓和自己的情绪。太极门就像我的家一样，非常温暖，让我不断进步，超越以前的自己。以前我对法税的事情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借由去参与法税改革联盟街头宣导的活动过程当中，我感受到所有志工对国税局的不公义是非常气愤不平的，以及知道国税局对太极门做出哪些不可原谅的事情。这件事起因于
85年宗教扫黑侯宽仁检察官凭不实的检举，没有实地查证就违法起诉太极门诈欺，又说逃漏税移送国税局课税，国税局也没调查便依照造假的起诉书开出天价税单，即便96年最高法院判决无罪无欠税，税单仍未撤销。98年监察院调查国税局于太极门税案之稽征有未善尽调查核定之责，未依职权积极厘清所得性质，有明显代失等七项重大违法。前监察委员前林慧君曾公开表示，太极门税案有七点的纠正，每一个纠正的时候国税局就说啊我们弄错了，一百年他就跟财政部长讲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了，但这些不守法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的发单课税，侵害人权长达25年。我现在是一名就读大四的学生，我周遭许多跟我同年龄的朋友都觉得台湾不是号称亚洲民主灯塔吗？怎么会出现这么离谱的税务迫害的事情？我觉得这不是台湾一个民主国家该出现的现象，政府不是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吗？政府不是应该关心人民吗？怎么会带头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真的很想跟国税局的官员说，希望你们要勇于认错，撤销违法的税单，也要跟总统说，真正转型正义就从解决太极门案、撤销违法税单开始，期待太极门冤错假案完全平反的那一天赶快到来。谢谢大家。感谢他说出他的心声，的确很多人是透过法税改革联盟的街头宣导活动才知道，原来在台湾有那么多受国税局税务迫害的人，台湾人权因为国税局税的迫害被践踏。就如刚刚 Tom 所说，许多年轻人对台湾是亚洲民主灯塔的称号产生了巨大的怀疑，甚至非常担忧，所以真的呼吁总统要体民所苦，平反太极门冤案，彻底查办财政部国税局违法官员，不要让贪官污吏继续残害国家人民，让年轻人对政府重拾信心。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语坛人 Louis 今年才9岁，从小就跟着爸妈来太极门，他要站出来说出他的心声，我们欢迎他。大家好，我是一名国小3年级的学生，也是一名太极门弟子。我从3岁就开始练功，太极门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小时候，我都在那里玩游戏，师兄师姐也都对我很好。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会常常跟阿嬷去站在街头宣导法税改革，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阿嬷说我们在做好事，长大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是希望国税局能够不要乱开税单，让一些无辜的百姓多缴税。所以我站在街头都觉得很快乐，因为可以帮助别人，也帮助被国家乱收税的人。今年的12月19日，我有去凯道，我看到凯道上有很多人，也有很多专家在舞台上讲太极门的案子，我觉得很难过，因为太极门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却被国家税官陷害。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税务官员在开税单的时候要谨慎，不要去乱开税单去害到别人，害人民变成税灾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更进步。我希望总统要听到我们的心声，赶快解决太极门冤错假案，修正错误，
还给太极门公道与清白。谢谢大家。哇塞 ，Louis 真的很棒耶！从小就懂得把握机会做好事，跟着阿嬷参与法税改革联盟的宣导活动，而且他还看到台湾许多可怜的受税务迫害的税灾户，也跟着父母到凯道上去为民发声，为法税正义出一份心力，真的非常令人感动。才九岁的 Louis 呼吁税务人员要依法行政，总统要听到人民痛苦的心声，赶快赶快解决太极门冤错假案，修正错误，还给太极门公道和清白。紧接着让我们邀请今天论坛最后一位语坛人 Munsent 目前念高中三年级，我们欢迎他。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Munsent， 我是一名高三生，我从七岁起就加入了太极门这个大家庭。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常常跑医院，我的外婆看不下去，就推荐我们全家人一起进入这个大家庭。自从入了太极门练功之后，我的过敏体质有非常显著的改变，而且也改变了我爱生闷气的个性。开始打坐之后，读书也比较不容易忘记，而且在太极门各位师兄师姐的鼓励下，我也变得比较外向，不会害怕在大众面前讲话了。不过我始终不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叫人向善向好的团体会被无良的官员们所迫害。太极门是气功武术修行门派，门派师徒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弟子包红包礼敬师父是师徒制度的文化传承，我们所有的弟子都非常感恩师父，所以都非常恭敬地呈上一份敬师礼，而国税局却曲解这份心意，是补习班的费用怎能容忍国税局如此践踏我们尊师重道的心意。太极门税务冤案前前后后已经过了20几年，即使司法判决无罪无欠税，100年行政院跨部会会议决议由国税局公告2个月，公开调查敬师礼性质，调查结果如为赠与，则依法终结冤案。结果100%的证据都说是赠与，国税局说话不算数，仍用刑案起诉书的不实资料课税，继续摧残人民。一个人的人生是能有几个20年呢？许多年长的师兄师姐都奋斗了那么久，为的是什么？就是师父教导我们的坚持做对的事，就是为了公平、正义、真理、人权努力。我就读的科系为畜产保健科，最近几年因为人民的生活品质渐渐提高，人们也开始重视所谓的动物福利了。动物福利的宗旨为五大自由，这五大自由包括免于饥渴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身体不适的自由、免于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以及表现行为、自然行为之自由。你们想想看，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连动物的权利都已经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而我们却被违法税单纠缠了20几年，难道人民无法脱离税暴力的恐惧吗？在此我呼吁政府能尽快解决这些违法的税务冤案，只要官员秉持良心与道德勇气，就能帮助我们老百姓脱离税灾的苦海。谢谢大家。谢谢 Vincent 勇敢发言。听完 Vincent 诉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会感叹，究竟人生有多少个25年啊，如果让你25年来都处在冤屈当中，在税务和人权迫害之中挣扎，你又会过得有多痛苦？台湾一个民主国家，就连动物的福利和权利都如此受到重视，难道台湾人民的赋税人权就那么不值钱吗？呼吁台湾政府官员找回良心，解决太极门冤错假案，将法税正义还给台湾。今天法税正义哥说了算论坛，这些未来国家的强健男儿，因为爱台湾、关心台湾的法税环境，所以站出来揭发台湾人权迫害的真相，并且呼吁政府要立刻采取行动，终止国家财税腐败，严惩财政税务行政体系的违法人员。
论坛最后，这些爱台湾的青年学子更准备了《为爱勇敢》这首歌，要唤醒台湾当局真正用爱和勇敢的决心，还给台湾人民真正民主的法税人权，更提醒全国人民一起觉醒，共同守护台湾法税正义。承受了24年的冤屈，依然屹立不摇，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幸福。